肥皂搓？用肥皂。那搓搓搓，那手心手背要搓吗？要。那指甲指缝要搓吗？要。那手臂要搓吗？要。要搓，因为这个也会碰到不干净的地方，所以要搓到上面啊。那请问要搓几秒钟呢？20秒。聪明，是几秒？我们大声讲。20秒。对，要搓20秒钟，上面的细菌才会被我们搓掉哦。好，那第三个步骤呢？我们要把什么冲掉？泡泡。要把泡泡冲掉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冲上面，记得要冲哦。那第四个步骤呢？泡泡。欸，这么快吗？还有一个，我们水龙头上面有泡泡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们要捧 水，那要怎么捧呢？你们可以示范给软的姐姐看吗？是这样捧起来吗？来，要放在哪里？水龙头。要放上去哦。好，那最后一个步骤也很重要，是什么步骤呢？擦手。对，那我用衣服擦好了。不要用毛巾。对，要用毛巾。还要用什么擦呢？手帕可以吗？纸巾、卫生纸可以吗？可以。我不可以吗？不行。我不是要拿来擦桌子的。好，所以我们吸收五个步骤都记，你们都记起来了吗？好，记起来了，对。那我们等一下待会要跟麦当叔叔一起跳吸收舞，我要动一动了，因为你们都没有精神。